系面馆王嘅卢小姐，咁啊好开心咧，得到呢个自助脆肉品牌奖嘅影实店嘅。对我哋个品牌咧有一定个肯定，同埋对上下同事咧都有一种鼓舞嘅，就好正面咁样咧推动我哋个业务发展嘅。我哋咧尽量吸纳优质嘅师傅去稳定食物个质素啦。第二咧都去技术去发掘唔同地方嘅食物种类，去引入到我哋自己个铺头啦。咁第三咧，我哋自己公司咧又设立咗一个配送中心咧去监管食物个质量咯。我哋公司咧会发展到另外一条新嘅产品个路线嘅，即系啲外贸云吞水饺个专卖店嘅，俾人哋加盟嘅。咁第二咧，嗱，我哋都会聘请专业嘅推广公司咧，系会品牌宣传啦，配合呢啲实体店同埋新产品嘅发展，系作出咧相应嘅宣传嘅策略嘅。咁第三，我哋未来三至五年咧，都令到健康嘅同埋好传统嘅三色多上面咧，可以包装成嗰个市场上可以系发售嘅。